初頭食唔係覺得點乜嘢嘅，到食到咁上下，即係差唔多食到一樽到咧，就明顯咧個腸道咧就舒暢咗好多，同埋咧佢覺得咧就係、是、個胃咧，即係腸胃咧唔會話飽飽脹脹啦，開始就係舒暢嘅，係舒服嘅，同埋咧覺得係腸個蠕動咧係幫助我哋蠕動嘅，同埋咧係會消炎同埋抗菌嘅。益生菌的好處是令到我們的腸道健康正常，還有免疫的那種作用在那裡。消炎覺得起碼你的大便正常，腸道是跟大便是很有關係的，你的大便會正常很多，還有會很有規律，不會說、會有便秘，不會的。原來這個益生菌呢是幫助便秘的，即是不要便秘了，這件事我就覺得是很大感受。因為益生菌咧，除咗係對腸道即係健康正常之外咧，原來佢好特別噶，佢可以分解到我平時我哋嘅食物咧，吸收嗰啲食物咧，裏邊一啲唔好嘅菌嘅話咧，可以幫你分解到咧，令到我哋嘅腸道更加健康，更加可以吸收到好嘅營養，係幫助我哋吸收呢個食物嘅營養嘅。所以呢個益生菌咧，對我哋咧，尤其是年紀大嘅人咧，係好大嘅幫助嘅。